啊！啊，来，即摆要来进入咱本礼拜咱的小单元啊，吼、哦！咱的日本人家欣赏的咱的小单元，嗯，小单元就是讲吼，哎、欸，话吼，都看感觉真趣味，吼、哦，真新鲜。看久较无趣味，啊，看久吼就知影讲，哎呦，哎，你创啥？啊，我唔知呢。吼、哦，要比什么棒啊？对对对对，吼、哦，咱一礼拜拢有安排一首歌，对啦，啊，是由着咱苏老师来演唱这日本的原曲，也咱来个要，要讲吼，这台湾歌啦。哦，这国语歌反正也有可能，诶、嗯欸，啊，翻唱的什么歌？尽量去找啥呢？嘿，尽量去找较早咱捌听过，是少年时代拢捌听过，啊嘛像哼哼唱唱的，啊来和咱动一下脑筋，是动动脑筋，动动脑，和你想看卖，讲、嗯、诶、欸，这首歌是什么歌？为啥呢？咱随着年龄演变哦，嗯，迄、那个记忆力慢慢的衰退，这是正常的。哦，但是咱会当唤起古早时代的歌曲哦，嘿，这嘛是一种享受啊。对。好。会当予咱怀念嘛？嗯，对吧？對这老歌拢是咱怀念的歌。对。好、哦，啊，咱今日要介绍的歌，那不是要介绍，要安排这个这予咱要歌的歌吼。要麻烦咱导播老师迄个歌名出来，咱甲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好，来，老师请了。好来，诶，头一句香港，香港、哦，香港这什么意思？你敢知？香港我知，嗯，香迄个是港，就是西港。哦，对，香港就是规条港，遐拢有咧香诶，港嗲零无香一个无香港，啊，遐香一个安尼。啊，迄规条港拢咧掠零口，人要去迄个啊？有啊，啊，咪迄个。啊，就是讨海诶鱼，遐个听人讲，迄个讨，迄个惊船人，惊船人落船了后，拢爱去香港。讨船掠海诶，啊，对，讨海掠鱼呀、啊。讨啥物？你讨船掠海咧？香港就是拢排规排伫西港咧掠，遐咧松咧松诶哦。对，迄个松呢？松是松色的松呢？佮看一间。这个松，这个是哦，安尼我知。嘿，迄个是吼，迄、那个港就是拢种松树。迄、那个人讲，迄、那个生水。哦，啊，你真啊聪明啊，确实真啊无简单。真正有影吼。这个香港吼啊，表佮有啥？佮一连单。喏。China 什么鬼？China 中国 China、哦、啊，过来嘞，阿伯，他问，诶，我暂时要走一段。来，老师，该当个推的拢我出来，推的拢我，好像扛起来吧，好紧嘞。好啦，安尼啦。China Town，嗯，China Town，嗯，China Town，中国城。哦，赞，安尼好，老师，这是唐人，China Town，唐人街。唐人街了，唐人街，中国城。啊，这个都在小龙宫桥。商一个，这个香港哦，是借用汉字。啊，借用汉字。伊个原来是 San Francisco， 嘿，英语 San Francisco， 什么鬼？旧金山对。哦，旧金山，旧金山。哦，旧金山内底有一个创啊，一个唐人街。哦，好，啊，这个泰文，这个泰文就是马字的意思。乡镇市街路，套乡镇市，乡镇市街，街路的街，马字就对了，马字、嗯。哦，啊，这意思就是讲旧金山，旧金山的里面的唐人街，唐人街了，对了，啊，你就是啊，两个爱情那里啊，在散步行街路，你都乱，你乱来的对了，安尼哦，哦，啊，这旧金山的唐人街了，哦，香港喏。香港的是借用汉字，好，上面这借用汉字你敢知？唔知。譬如讲，tobacco 汉字写啥？你敢知？写烟草，迄就是照咱的汉字去道理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伊这香港就是 San Francisco。哈，对，伊的原地是安尼哦，啊，是圣法兰西斯港。哦，圣法兰西斯港。还用咱汉字是用安尼四个字哦。是是。哎，你年久个就嫌伤啰嗦嘞。哦，就是啊，香港。你过去用香港就好啊。哦。用头啊尾安尼。哦。伊本地是圣法兰西斯港。哦。有啥物啊？不要加一个港，因为以后金门。金门湾嘛，一个港口嘛。哦。旧金山你敢捌去？我唔去过。遐我捌去。安尼哦。我梦中捌去啊。好。遐一条港。梦到的就对。遐一条港在金门湾呐。哦。啊，所以都用迄个港话。哦。啊，嘛当读库啊。哦。啊，做库就是迄个洛杉矶，迄个旧金山嘛。旧金山。啊，同啊用彩用头啊尾啊。哦。所以叫香港。圣法兰西斯港，同啊用头啊尾啊。啊，所以讲伊读嘞，要安怎读？
读汉读吗？英读吗？爱读 San Francisco， 爱读。啊，看到这两字就爱读 San Francisco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做旧金山呐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啊，咱讲做一个解释啊，你好。是是是。啊，咱来安排这条歌哦。好。啊，咱摇歌哈。没，诶，这首有哦。有啊，就这条要摇的。这是英文歌吗？这英语也对啊。英语歌，啊！你英语歌，你就是。哎呀，我 ABC 我能响啊！啊，你这好，我捌二十六字的啦。哦，啊，二十六字的到最后你也要读哦。会啦，哎呦，不简单哦。啊，来，咱嘛听看嘛。啊，讲台有台湾歌哦。当然，几版？几版？一版尔啦。一版尔呢？我知影是一版啦。好，啊，不然你可以又看嘛嘞哦。听看嘛，那个又看嘛。来，这位来哈。罗罗。感谢好朋友，甲恁鼓励拍鼓啊，拢总甲恁多力哦。San Francisco no China town，听不完哦。懐かしや故郷の夢よ月優しい丘の町チャーナワタウン恋の夜这个歌好难怀念。我到我里头都期待的，我当初你要唱英文歌，啊，这些歌名介绍加呢，可能不属英文歌。无，因为这个典故。啊，结果第一句名。你以为看到香港，唔知什么意思啊？是啊。啊，伊来源就是圣法兰西斯港。啊，同我用头一字到后边。San Francisco no Chinatown。哦。So, so. 是旧金山里面的唐人街。对的，对的。哦，啊，这姑娘啦，啊，这首台湾歌，哪里的西厢？哪哪哪的孙娘娘？哪哪哪里？那就是在散步在谈情说爱的时候，那情景。不是我等你，不是你在等我，两人散步草坡边。好，
的孙娘娘，啊娘娘的孙，有啊啦，电话拢来啊啦，我搁唱嘞，拢听啊，拢听，拢知哦，知啦，知啦。啊，上唱爱讲哦，原唱上，这原唱应该嘛拢知，知，这是台湾上有名，台南阿叔，国宝级的，台南阿叔。来，我一三空五八，那知影答案的来，咱收三个头，三个头啦，艺术啦，手机头啦，手机啊加空哦，好来，好 ，OK 啊。来，即咱的天顶哦，啊，来天顶兄你好，有嘿，有天顶无？有啊，又挂了，好，又挂了，来来来，来，还是问下诶，问下人诶约会，好，什么会约会？咱两人诶约会，好，咱两人诶约会安尼哦，你啊，你两，问下先咧唱诶，你两个，问下先咧哦，你两个约会哦。咱两人的约会，好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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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暂时甲你恭喜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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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你哦，好，哎呦，哎个，哎个，真厉害啊，你吼，哟，你含咱两个人的约会了，真，好，对对对，标准，好，其他你都是你上标准啦，电视乖小声，约会哈，嘿，什么人像你当真？你孔大姐呐？嘿，对，好，你，哇，你比咱这样你呐？哎呀，大家嘛在看恁的电视啊，都安尼哦，电视，电视是恁的啦，你看阮的节目同样啦。电视一定恁买，我若无买电视去看恁家啊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老师讲安尼对啦，嘿。苏老师足久无看到的，足思念的，足想小龙甲苏老师的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谢谢孔大姐。啊，你要你讲你什么歌？咱两人的约会。啊，这是迄个上唱的，你敢知影？上唱的啊。嘿，你有印象无？文艺啊，甲文英。文英你也知哦，文英你也知哦。会啊。文英就是黄敏玲组囝，安尼哦。对哦。文英哦，好，较早做过唱歌。真的哦。嗯。不是迄演戏的文英哦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哦，好好，了解了。好，暂时甲你恭喜啊。OK。好。这是合唱的啊。这对唱的。对啊，对唱的啦，对唱的。哦，安尼这个有厉害哦。厉害厉害。无简单哦。好来，这个咱的迄个吼李大姐啦，你叫李大姐。哦，秋红姐啊，你。咱两人的约会。咱两人约会，什么人唱？你有印象无？文黑。文黑唱的。文黑娘娘呢？无一个，搁一个。搁一，搁一个，看你改名叫做文啥？文香。文香哦。哎。哦，你厉害。敢是？是啦，因某啦，因某啦。安尼哦。台南马苏。哦，伊看文香唱的啊。有啦有啦。哦，安尼你也真搞安尼啦。安尼讲，敢要甲恭喜？恭喜，好，安尼三个安尼就 OK 了，啊，剩咧接不掉，袂生气呢，大家趣味尔啦，趣味啦，安尼哈，来，老师可能公布正确答案哦，正确答案就是咱两人的约会对啦，有啊，兼什么人唱诶，啊，就文夏先咧，甲因家后啊，就文香啦，好，系啊啦，文夏兼文香，伊较早诶名就文官诶款哦。是，按下咱来改，如果去改名较红个。头多一个美兰姐讲文英呢，安尼是对唔对？迄无要紧啦，甲啥秘书啦。安尼哦，好啦，好过，好过，好啦。拢算比较过关啦。过关啦，过关啦。啊，较早就是这个文。我知文香较早的名，因四姊妹无，文下四姊妹，迄阵那想做文官，我印象中是安尼啦。好。啊，如果去改名做阿香啊。哦。文香啦。文香啦。好啦，好啦。迄个。文香是点样啊？点样？粤语的口音。可以，可以，好好啦。阿来吼，感谢恁真侪好朋友啊。大家趣味多啦哈。哦，诶，老师这首歌轻松好听，我唔知这首是本歌呢。阿你哦，第一届听到吼。啊，这歌名啥？你过去一遍。诶 ，San Francisco no Chinatown。哦，香港的 Chinatown。Town。诶，日本叫 Town。好 ，Town。